属再挥手应援。告别是献唱你的肩膀，家属灵堂前热情挥手应援。爱到再长的夜总是会天亮，我总会等到你回来身旁。哦、oh, oh, ，爱就是你的肩膀，能负担我的所有快乐悲伤，相信你许下的愿望。一辈子的时间它过得漫长，我何必再不让这寂寞多荒凉？我们的幸福。亡者是一位老奶奶，然后如果有葬祈福的话，我来安排一首《相思雨》。龙门国乐团男主唱胡宝宝日前在一场告别式献唱《你的肩膀》，而在灵堂的家属听了他的歌声后都纷纷挥手应援，场面非常温馨与感动。事后家属也在影片中留言表示，谢谢你的歌声抚慰了我们的家族，让大家可以在你的歌声中顺利地完成阿嬷的毕业典礼。而这段影片在网络曝光后也吸引网友纷纷表示，这才是告别式，哭只会更舍不得离开，不如笑着送行，对彼此更好。濒死的人，你跟他讲话，他都听得见，所以你哭得太大声，他就不知道要死还是要活，舍不得走，反而更难脱离。你觉得人走了还听得见吗？我们讲濒死的人，甚至是被判定脑死又活回来的，我的病人，我们班郎当的，他已经都不会跳了，结果后来救回来醒了，谁在急救他都知道。所以呢，你说灵魂要离开的躯体要七天。我们念经给他听，他还听得见了、啊。你已经往生两小时，我才到，他都还在。你跟他讲话，他都听得见。所以你哭得太大声，他就不知道要死还是要活。舍不得走，舍不得走，反而更难脱离。而且人死完之后，毛发、指甲都还会长一阵子。往生是法师会念吗？对对对，念完之后他会把。他本子这样子一页一页一页，这个动作是让他看，你以为他看不见吗？他 copy 比你还快啊。那这样子没问题，以后就可以非常斩钉截铁的告诉家人，就说他一定听得见。